别的东西，不要翻白眼了，变成你。我不要，网友会这样子。哦哦，来不及了！由炎亚纶、庹宗康、姚元浩、杨明威、鬼鬼和严幼廷一起打造的实境综艺，三号开放媒体探班，六人一起到海边开店，不停斗嘴。回想起鬼鬼和严幼廷第一天到达的盛装打扮，差点是要笑死其他人了。当时我们四个人在上面一直笑，穿这么美有什么用？因为他们跟我们说是一场记者会，但是我到路途中我就发现是一场骗局。谁会在海边办记者会？记者，重点是他们也很糗，但他们只讲我们糗。你们四个人就穿着西装笔挺，自以为 F4 啊？你们有一些意见分歧吗？当初看节目就知道了，就是有很多水的东西跑出来。啊！什么？哪一种水啊？汗水啊，泪水。这里是成功抢救了回来，不过下一秒画面又瞬间被带歪。这个很胖哎，你是不是？这巧克力耶，而且要吞真手机。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吞不吞得下去，不会担心。哎，这很胖哎。你边深蹲边吃好了，会又瘦然后又可以。什么画面啊？好厉害！他嘴太小了。哦。你这个画面就会被截图了。哎，电动。哎，你这个会手机会被换成别人东西。不要翻白眼。变成你。不要。而炎亚纶近来多次成功预测地震，今天全台一早大停电，大家都很好奇他是否也能预言。对此他就笑说：“我是用帅发电，让一旁的鬼鬼忍不住呛他，管好你的地震就好了。”小凡全唱。